在物联网与行动互联运算等趋势之下，人类的生活模式、习惯、观念及工作环境也面临快速的转变。传统工厂的生产流程若不加以改善，将会被时代的洪流所吞噬。因此，掌握工业 4.0 的技术，将是在竞争激烈的工业装备竞赛之中脱颖而出的重要关键。工业 4.0 是全周期性的管理与服务，透过建构智慧工厂，让产线设备全面升级，提升生产产能。神通集团自1983年开始，协助国内大厂进行系统资源的整合，拥有30年以上不同领域的自动化经验，累积深厚的领域知识与资源，完整的协助客户进行工业 4.0 系统的建制，或是依客户的需求进行 L0 到 L4 任意层级的基础建构 L0 感测层。神通为身经百战的 RFID 专家，于图书馆及工业自动化领域拥有丰富的建制经验，提供包括 Take、Reader 等软硬体服务以及整体应用，应用范畴涵盖了门禁管制、生产履历追踪、原物料管理及交通应用等领域。生产流程导入 RFID， 可提升辨识大量物体的能力，进而提升作业效率、资讯透明度以及人员安全管理的强度。 L1 数据采集层，神通 MyPLC 可为产线提供完整的环境控制及设备资讯搜集的服务。神通专案解决能力，成功协助许多客户 Level 1 的产线自动化，可让生产环境达到期望的条件，提供机台稳定的运作效能。 L2 程序监控层，神通的 FMCS 半导体常务监控系统，透过 SCADA 的环控及设备资讯收集，以及电子化巡检所回报设备的状态，在经由大数据的分析统整，使管理人员更能掌控生产过程的整体概况。 L3 营运管理层，神通所开发的 MyMES 可协助工厂将订单转化成工单，并且进行生产流程的控管，协助管理者了解产线的实际状况，提升产品良率，降低生产成本。 L4 商业规划层，神通 MyERP 可帮助管理人员进行企业资源的规划，整合了 SCM、CRM、财务及人事等系统，并可排定厂区的生产计划，导入门槛低，特别适合中小企业使用。 Pre-Message， 当 L1 到 L3 之间的机台设备需要讯息交换的同时，神通提供了 Pre-Message 讯息整合开发平台，可协助机台或系统之间的沟通，解决不同平台、不同 AP 程式之间的资讯交换，适用于各种通讯协定，可大幅减少机台及系统间资料交换的时间，进而提升系统整合的效率。 PointDB 讯息即时暂存平台，神通开发的 PointDB 讯息即时暂存平台，使用共同记忆体存取指定的重要讯息，并内砍 Tree Message 交换技术，即时可复写的特性可确保资料的形式一直保持最新的状态，减少资料搜。神通工业 4.0 完整解决方案已成功导入国内知名的半导体、钢铁、面粉及饲料等大厂，协助客户建置物联网基础，整合核心应用系统，使工厂从 ISA 95 Model 中的 Level 0 逐层向上攀升，最终达成工业 4.0 的目标。神通资科的工业 4.0 完整解决方案是国内实现工业 4.0 的最佳推手。